的日本的天后，因为呢，他来台湾拍他的那个日剧，已经连续三天都有他的消息。然后刚开始第一天，他们之前在高雄拍，这次到台南，而且吞一下口水，而且我想要你干嘛没这样？不是因为刚话讲太长，不是，而且听说就是之前都一直很有争议，就是比如说昨天就是说零演十个小时只领了500块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居然又跟我们的问讲起了冲突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对啊，不要吵架了好不好？蔡菜子在台湾拍电影搞 Jason， 米尔操米尔操，昨天晚上10点还没睡觉，跟仁义大泽荣夫一行人走出了高雄饭店。哎呦，熊熊冒出粉丝要签名，马上被保全阻挡。30岁的蔡菜子还是帮粉丝签名了，他们一行人准备前往台南高铁拍夜戏。哎，即使媒体粉丝保镖全挤这一块，蔡菜子依旧保持微笑。不过腾云龙也好像独行侠那样，都没跟蔡菜子一起行动。他走着走着，怎么突然哀了一声？原来是摄影靠太近啊，不小心踩到人家的脚脚了啦。多家媒体紧追的蔡菜子一起来到高铁台南站。剧组小巴子停在小黄排班处，引起问讲们不满。问讲不爽，跟着入境，于是跟有报狗仔起合讲。拍什么？被你拍我吗？喂，你好。这里是台南高铁4号门。哎呦呦！问讲被呛不爽，打电话报警。他违反肖像权哦，他一直拍我。你没有肖像权啊，你想太多了。你怎么样？你在跟我们家的彩虹老公跟你卖钱吗？我叫导航路去哪里啊？先靠边，别再要求问你了啊！你给我摆好你说话。哎，问讲有话好好说啊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今天在烧车子吗？对啊，先开酒啊，先开酒啊，订单更惨来。小巴稍微后退之后，高铁也出动工作人员围成人墙，让演员们先下车。蔡菜子依旧一脸镇定。Take easy， 我们打烊了，打烊出去。只能说蔡菜子实在太红了。这时车站外面警察也来了，跟问讲有报狗仔询问冲突经过。其实只要高铁人员早点出来引导，小巴在前进一点点停车，或许就相安无事了。苹果的新闻蔡菜子也喝淡定红茶报道。